西西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扯着嗓子表白的。今天就哪都不要去了，在家里好好背一晚，错一个罚一百。Yes， 陈，做人不要太绝。89。西西，奶奶，快来亲一下。来来来，奶奶对我好。奶奶快坐。哎，还在抄呢。哎呦，西西，来歇一会儿，咱们喝杯奶，吃点点心，垫一垫。还是奶奶对我好。奶奶，啊，你是不是会译文啊？嗯，我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儿。哎，奶奶，啊，这个用译文怎么说？你们这个干嘛呀？嗯，思琛的老师逼我学，我真的学不会，所以我在想我要从感兴趣的入手会不会好一些，所以我想给思琛一个惊喜。我想一想啊，嗯，第二幕，不对不对，应该是第二幕的威力弹头，就是这个 Ti amo the very dento。 嗯，我记一下啊， Ti amo the very dento。 今天学的怎么样？100遍，老板。这么认真啊？嗯，就是自然点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哦，好多了，已经没事了。嗯，明天的舞蹈课可以吧？还有舞蹈课啊？那我就只能说其他模特为了蛋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 Ti amo the very danger， Ti amo the very danger 的。笑什么呀？顾西西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扯着嗓子表白的。谁跟你表白了？好赖话听不出来啊。我特别爱你，我特别爱你，我特别爱你。奶奶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体谅体谅吧。睡了睡了，晚安，分媳妇儿。